大家好，我是可心。我今天要教大家的就是我平常出门的微乱卷法。首先，先将头发分为两区，先选择26mm 的电棒，然后加热17度。先从前面抓一小撮卷为内弯，然后顺势的卷下去。接下来再选择32mm 的电棒，将两侧外围的头发分成前后两区。接着再开始上卷到发根的位置，刘海分成上下两区，选择26mm 的电棒，先上内层，接着再上外层，再抓起整个刘海，再上一次卷，增加持久度。最后再将整个发根至发尾拨松，这样就有自然的蓬松感咯。